不是现在啦，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的中午哈，都聚集在那个办公室里头一起吃饭。啊，你可以再召聚大家再讲一次嘛，因为现在学生的话也要认识大家啊，请他们都留下来吃饭。啊，我们是跟马太搭伙，我有请马太，我订了40份，好，啊，其实是够多了，啊，就是去。他们一点以前就要收了，哎，啊，所以就是拿钱下去投，好，啊，就去盛一碗饭，每个人要自己下去，嗯，对啊，啊，你可以请别人，比如说，我这个几组的，啊，这个礼拜我来盛，啊，下个礼拜你去盛，这样子，好，就是一个人代表，嗯，啊，然后就拿上来，最主要是一起吃饭。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，也不是正式的开会啦，嗯，哎，啊，但是就是聊一聊啊，嘿，这样子聊天讲心事，这样会大家比较有一个归属感，嘿，嗯，啊，但是还是要再呼吁一下，因为没有很多人，不管谁去哪都记得替民众拿一碗。现在会吃不完哎，对啊，以前都没得吃，以前有饿肚子。上个礼拜就开始，啊，对，就有这个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吃。啊，如果再多出来的话，就拿拉姆斯办公室。